你说谁撒狗粮啊？你说谁小狗呢？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不知道我们有爱是藏不住的吗？结缘，速餐员是吧？你怎么去演戏呢？看你里边一套一套的。刘文静，我可以采访你一下。刘文静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人如其名，文文静静。非主流啊，你还享受孤独。时间成本太高，我更愿意享受独处。他对刘文静到底有什么要求啊？十羊九不全，不能数羊。刘文静属什么呀？属羊。你住在小路上怎么？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家条件不好。重点就是拿下跟圣谷的合作。我敢保证，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。叶辉嘛，身边女的如车水马龙，不会长久的。一切的纯洁，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下，就会变得不纯洁。